专心听讲，勤于思考，认真完成作业，坚持锻炼身体，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。已经快要到极限，让时间加快，我们迫不及待，其实早就有安排，保证假期精彩，终于能理直气壮放肆的等待。大会到此结束，同学们放假了，一起 say hi。我们迫不及待。